又丢给我，哎，我又不是主持人，今天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介绍我们的创作哈。下一首歌，哦，刚才老米酒就是我们，哎，团员吗？你就是想介绍自己嘛？哎，那当然是我们的亚麦哥介绍我们哈。啊，那个左手边的是那个斜坡卓亚麦。哎。九曲堂。那个九对了，他住山地了，但是现在是住在那个九曲堂。对。Okay、这里可能对九曲堂不熟悉了。那个火车了，都有经过那个站，往高雄的时候。那这个后面的这个是雾台的。哦，那个，自我介绍吗？对对，当然了。我那个我是来自青叶哈，你们可以叫我彦祖，雾彦祖这样哈。没有雾台，雾台他的老家。哎，马上破梗嘞。还有那个脆弱的那个脆弱，那个鼓手叫什么名字 ？Flash， 也是木工哈，他有。在当 A 了哦，在地在地人哦，在地的人，你看，我都来这边打鼓了。听说妈妈今天有来了，有吗？哎的，来开始那个忧郁的原住民。清醒写下来的，这就是你的故事嘛？哎，有可能。我觉得应该是延伸你的老米酒，就喝了老米酒才会忧郁。哎，越喝越忧郁。